要做什么？这个人要把他带回家。什么？这个只需要一块钱？哇哦，一块钱！这个也只需要一块钱，连你们最爱的 Beauty Mag 都只需要一块钱呢！哇哦，太好了！还有一个大家最爱的 Dragon Bra 都只需要一块钱，你就可以买到。天哪，我们的老板是不是疯了？没错，他就是疯了，就是为了庆祝双十一。而且只要从9号到12号准时12点进去抢购就可以了哦，而且开放的数量只有11个，所以手慢就没有了。所以你们快点去抢，快点去抢！没有抢到的你们也不要气馁，我们还有超级优惠，对，这些商品通通只要11块钱，这些是。你们快点去抢，听到了没有？听到了，而且只有4天的优惠耶！对，只有4天哦。你们还在等什么？快点，快点去买！快点，快点，快点拿起手机！哇，有飞机，还有！你们还等什么？快点去买！我们都在抢了，你们还等什么？不要错过，快点去，快点去！对，老板这次再加嘛，只要你们和上次一样消费20元，你们就有机会参加抽奖活动。而且你知道这次奖品有什么吗？你看这个维尼的机的，看超大个的，而且里面可以装很多东西哦。哇，很大个！你们知道还有什么吗？就是这个迪奥的香水，你们真的很幸福哎！真的。你们知道大奖是什么吗？给你们期待一下，我们大奖是什么？给你们看，啦啦啦啦！你看我们的大奖，竟然是。超幸福了，老板这次真的是豁出去啊！为了这个双十一，他只是差到还没有把自己送出去而已。真的 ，Oh my God， 戴森哎，你不要拦住我，我要去参加抽奖了。不可以，我也要。快点去参加 ，OK？ 你们快去参加。我们还有神秘礼物哦，你们猜猜看是什么？让我们继续看下去。